娃娃机居然出现球棒，民众好奇试夹，发出清脆铿锵声响。其实有难度啦，要有一点技术上层面。 真的不好夹，试了好几次，球棒就是不到洞口。但台南一名男子最近就是把夹到的球棒放在机车踏板，引来警方注意。拦车盘查，男子说是在娃娃机夹到的，还出示照片。徐姓员警后才离开。就是一个有趣，就是现在有这话题嘛。我自己有小孩嘛，所以对我来讲，这短的球棒也是小孩子在用的。 不孝分子偏好持球棒斗殴，最近在台湾被戏称“组棒球队”。娃娃机台主搭上话题，在机台放了好几支球棒，短铝棒长约45公分而已。虽然是运动用品，但因为球棒一度染黑，外界疑惑娃娃机放球棒是否需要注记。这两天上去了吧，应该5-6支啊。 球棒是运动用品，警方也难以注记。有趣的是，球棒当成娃娃机商品颇受欢迎，两天被夹走5-6支，只是万一夹到拿在手上，惹来警方注意，难免会被拦下，好好盘查一番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